2021年4月18日，这是我第三次到龙洞拍游隼。这次主要都是在凉亭那边拍摄，然后就会看到两只成鸟来回轮流的孵蛋换班，没有拍到太多飞行版的画面。你可以看到公鸟在巢穴里面细心孵蛋的画面。这边是个阶梯，右边来先到凉亭看一下，观察一下。400、1600、1800，先用数位边角，然后4K60，消1800米。换班，这样干应该是换班了。可是我没有看到，回来，回去。转移阵地。